改革不会停止，铺设进步的轨道，前进更好的台湾。孩子的笑容更多了，下一代的未来充满希望。推出社会住宅，实现安居乐业的期盼。落实飞核家园，让我们拥有生生不息的未来。经济成长，失业率下降，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安定，也变得更加富足。为家努力，改革持续，让我们一起前进。